歡迎大家嚟到 Hong Kong WiFi 前衛研究所。今集咧原來第一次有女嘉賓。係啊，你唔見我個人特別著樣咁樣睇得出嘛？我冇留意到，因為咧我尋晚我諗我哋坐位嘅時候咧啊點坐咧？但係三個人無論如何都係一係兩個男一個女，或者兩個女一個男噶啦。咁所以都係今日有請 Maggie 喺度啦。佢咧係喺事業上面咧經過咗幾個階段，咁所以今日先至喺度同我哋做嘉賓嘅。先講下佢原本啦，原本就做空姐，跟住咧就試過去賣二手衫，然後發現揾到啲錢咧，於是咧就開始賣日本嘅水貨時裝啦。Maggie， 可唔可以我哋不如今集第一集開始就先講下佢仲係打工仔時候嘅生活先啦。係啊，即係其實我諗好多香港嘅女仔都對空姐呢個行業有一啲嘅憧憬，可能畢業嘅時候好想做，或者覺得呢個行業應該係自己夢寐以求職。咁但係點解你會毅然放棄咗呢個職業去做自己嘅嘢呢？其實做空姐嘅時候都幾開心嘅，因為你有得周圍去啊，然後又可以有 allowance 啊，咁你基本上你使嘅錢都係使極多 allowance 嘅錢，咁你份糧又儲到嘅。哇！呢句説話真係令無數少女流曬口水，今次可能好妒忌。但係其實正所謂居安思危嘛，咁但係如果你即係你 allowance 咁好使嘅時候，你點解忽然間又想賺多啲嘅額外錢呢？其實開頭都是為興趣嘅啫，哦，為興趣嚟賺呢啲錢，因為你周圍去，咁你買見到唔同嘅嘢，然後睇完啲雜誌，咁哇可以買到雜誌上面嘅嘢，咁你飛咗過去買，咁然後翻到嚟發現，哇原來你擺上網係可以賣錢嘅，咁就哦不如試下啦，話掂你著咗之後，你下年都未必會攞翻出嚟著噶啦，咁所以。但你會唔會開頭都係諗住可能係幫下身邊嘅朋友同埋同事順手帶啲嘢翻嚟啦，然後慢慢發覺，咦，原來可以聽到錢聲有利可圖，不如發大啲咯？會唔會都係從一個咁基本嘅諗法出現嘅咧？咁又冇，全部都係自己嘅嘢咯。開始已經滿肚問。背景有少少鋪個路係可以做呢樣嘢，因為咧，首先佢讀書時候佢嘅外文係修日文。咁佢識日文啦，跟住另外佢做空姐嘅時候，佢飛咧就成日飛日本喎。咁好多做即係空姐呢行嘅，冇可能淨係做本行嘅，即係一係就賣美容嘅水貨，一係就做時裝嘅啫嘛。你嗰時係咪所有同事都幾乎係有副業㗎？係，好多都係有陣時去美國咁樣啦，同個同事出去見到佢買嗰啲化妝品係唔係我哋一啱啱細細啱咁樣一入咁樣嘅。佢一大好似嗰啲油顏色好，一大劈一大盤噶嘛，係啦，好扁，然後好多隻色嗰啲。咁我問佢：，哇，你買呢啲做乜嘢咁樣？佢話冇啊，因為我係做嗰啲結婚化妝嘅。哦，係咪因為你哋翻工時間其實啲嘢都係手板眼見功夫，所以就一坐低得閒就喺度諗生意？我諗其實應該話空姐嘅工作，佢做嘅時候當然辛苦啦。咁但係佢去到歐珀嘅時候，去到個地方，咁你可能即係有第二日或者兩三日後先飛噶嘛。咁嗰啲時間可能你啱啱做呢份工，你會好開心，周圍影相啊，周圍旅行。但你啱啱去都去到悶㗎啦，係嘛？係啊，好悶。其實你頭一兩年就 OK 嘅，因為好多地方你都未去過。咁你去過之後，你就知道，可能有陣時真係好攰嘅，諗住都喺酒店房休息算，都唔會出去。跟住諗下點可以再賺多啲錢啊？或者其實會唔會諗過就係因為我聽過好多人講，譬如空姐呢個職業，雖然大家好喜歡做，但係始終可能唔係一個好長遠嘅工作，因為可能你飛咁多咧，你對皮膚唔係幾好啊，或者可能個人會好攰啊，生理時鐘會亂曬。係咪因為咁而導致你覺得你應該要去為自己鋪下一條路咧？因為飛咗五年嘅，咁係第三四年開始咧，身體就開始差啦。即係可能你普通傷風感冒咧，係好似比起正常人係要耐啲時間先可以好翻嘅。咁嗰陣時就開始意識到，哇，係喎，可能真係唔可以做咁耐啦。咁就諗，唉，好啦，不如發展下其他嘢，或者試下，起碼你有個。你個後腳係知道，哦，都仲有份工嘅，咁可以試下其他新。會唔會覺得啊，男朋友又好似唔好靠得住，又唔係好想同我結婚，不如都係靠自己好啲啦，咁樣有冇咁嘅諗法咧？其實反而係諗住，如果諗住結婚有小朋友嘅話，就真係好唔想飛咯。其實都係，因為好多同事咧，你飛到去外國咧，咁喺巴士度咧就會攞好多相出嚟俾你睇，啊呢個個仔啊，呢個女啊咁樣，又慘啊，係啊，即係望住啲相好似好慘咁樣，咁我諗啊，第時唔想咁樣。其實嗰五年間係咪都儲到好多錢嘅？
都儲到錢，又唔係話好多嘅。因為你allowance 嘅錢通常都開頭嗰一兩年都會用得曬嘅，因為你要買嘢啊、食嘢啊咁樣。但係之後因為好多時真係留低喺酒店嗰度，咁就好多都有啲 allowance 會儲到咯。夠唔夠係支撐你開生意咁樣嘅？份糧反而因為儲曬，咁就嗰份糧就可以儲到錢啦。原來咁樣，唔怪得真係咁多人一畢業就想做空姐。唔係，我覺得其實即係我哋又唔可以俾一個錯誤概念大家，等大家以為佢係一個闊太，然後就做自己中意嘅生意賺錢買花，但其實都唔係嘅。不過我覺得就係話你啲錢點樣善用係一個問題，即係話如果大家都係做同一個職業，有啲人可能拎啲錢就只係自己消費飲食食咁，可能呢個好快就耗冇咗你將來嘅一個儲蓄。咁但係Maggie 佢聰明嘅地方就係在於咧，佢係拎嗰啲錢去做自己嘢，即係話大家都係女人仔，大家都中意使錢買衫。咁但係點解佢買完衫之後醒到可以將自己著過嘅二手衫，即係又唔係明星，又可以賣到俾人嘅，然後有人真係肯買，一路咁發展自己，我覺得呢個先係最有趣嘅地方咯。呢個我都有問過佢，佢一定係買嘅時候，起碼揀啲有牌子嘅嘢先至保到值噶嘛。你當時 shopping 嗰個模式係咪都有改變？即係可能由以前專執啲平嘢，跟住到後期就覺得啊，不如買啲有牌子嘅，即係起碼賣出去都有翻啲價錢。反而是 mix and match 多啲嘅，即係可能如果是貴牌子咁樣啦，一開櫃好中意，好想買，咁我可能會買咗先，因為你早啲買咧，咁你就可以早啲放啦。同埋你拍賣嘅嘢咧，就係有個時期嘅，咁可能你知道啲大型百貨公司喺五六月就會開始減價噶啦嘛。咁如果你係有一紮衫夏天衫想買咧，咁就其實應該五月左右咧就應該要擺上去，係啦，即係快過佢哋嘅。哇！你真係買嘢精先會知道，連百貨公司幾月開始減價，即係會員有幾多九五折啊，然後點樣做法，佢知道曬，然後走在人哋前面，呢個真係幾好嘢。冇得你中意一樣嘢，你想擁有佢噶嘛？咁你又咁快賣翻出去，咁咪？但係你個價位係可以動搖到你去賣你嘅心頭好噶嘛？即係你諗住嗰件衫，假設啦，你貴嗰啲你要千幾二千蚊買翻嚟，咁我買咗，咁我就諗下好咯。咁如果有人賣千八蚊咁樣啦，我著過，咁有人買，咁我梗係放啦。咁就冇所謂嘅。同埋賣你唔明白嗰個買嘢精，即係買嘢成精嗰個心態，就係你只係享受碌卡啊，攞住幾袋嘢，同埋拆剪牌個過程。即係跟住著唔著塞咗喺邊，或者可能著一次，你發覺已經無印，咁所以而家係咁嘅時候，不如買翻出去，咁你又有翻嗰個錢，又可以繼續 shopping， 咁個病態咪繼續去咯。我諗我哋太懶咧，就係直頭冇呢個計算，即係冇 plan 過自己買嘅嘢究竟到最後保唔保值，賣唔賣得翻啦。而佢就係靠賣翻自己二手衫，跟住諗起遲啲不如轉做買全新的貨品啦，呢個都好似係你嘅二手衫嘅客嘅建議嚟噶嘛？係啊，因為嗰時我試過買二手衫嘅時候，我係我用咗一嚿錢買一嚿即係嗰季買咗一堆衫，咁我就到差唔多季尾就褪翻出去，大部分褪翻出去，即係好中意就 keep 翻，或者有啲價高嗰啲我都賣咗嘅。咁然後之後就可以攞翻嗰個錢嚟再買下一季嘅嘢。咁然後我係試過同一日。因為很多時候是寄或者是在地鐵站交收的，我很多時候是試過同一日不停在不同的地鐵站交收，是暈陀陀，但是全日就是交收的工作。但其實很多 Gen Y 的生活就是這樣，就是靠在網上去銷售一些東西，都是要每天在地鐵站不斷地輪流交收，看到很辛苦拿著一抽的。但其實這種生活和你當初想像的自己做老闆或者發展自己事業是不是那回事？做老闆是辛苦很多的，很多計算在裡面，沒有那麼隨心去選你喜歡的東西，或者是你買價錢也有個限制在這裡，即是你是不可以想好啦，即是好像不用計算一樣，現在是要想你要想套租啦，又要想你的人工啦，各樣嘢加埋加埋嘅時候，你就諗好多計算喺裡面咯。同埋咧，我又覺得咧，佢就係做到 Gen Y 嗰種咧，就自己有啲咩嘢嘅專長，就不如喺各方面發展佢興趣，然後變埋一盤生意咧。呢樣嘢係值得學習，所以咧，我都係佢客仔嚟。今日專登著咗喺佢鋪頭買嘅衫嚟去做專訪。咁至於佢究竟點樣揀鋪頭啊？點樣將一盤明明就係唔需要有成本嘅生意，因為佢賣二手衫噶嘛，變成要落地開鋪咧？咁我哋就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啦。下集見，拜拜。除了空姐之外，還有什麼行業可以方便大家做 part time 的呢？即刻上 hkwifi.com.hk 跟我們分享一下吧。
著咗一兩次嘅嘢，你唔想就咁抌咗佢，可能有時候啲連身裙留翻第時大肚著啦咁樣嘅。我諗都係宣傳嘅一種嚟，宣傳一種。咁啊，當然啦，係啦。佢見我買咁多，佢就會話：哦，你唔係 buy 日神咁樣啦。哦，係啊 ，buy 日神。一估就係估你賣唔出嗰個啦。係啦，嗰下就即刻。